Yeah, okay. Alan flexing on the beat. Yeah. 一美的规定，但我只是为了规定毫无弹性，怎么意义不开心就找你弹性，叫你听命令。当然不可能做，为了我让你好的好的下巴必须更新，那里叫人做过敏，就不影响他人都行，说人都比得分，拍谁比较聪明为准。这是和别的空王打的梦想，买掏空想买藏宝多的空瓶。穿棉服是影响到了谁？他们只在乎你八点到了没？跟你说你态度不够好，只因为回家观望了笑着回。这些数学合理化，熬夜熬到合理化，还有蔡老师的话里话，可我得跳着回。希望你别讲话了，画个乖乖照着填。没准对谁？男的学校，别对号入座。只是感觉有点微妙，活得有够行尸走肉。开放式教育有点守旧，不准讨论了，上课不准走动。听说着重这个学生弹性，帮我上英文，脑袋有洞。少逼我听你的观念，我跟我说老师要对你的关切。被教完了麦克风，拜托别闹了，发明比你个专业个专业。抱歉的抱歉，没时间听你们抱怨我消遣。哪个不良少年，在你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时间，我正好能把个字顺过三遍。